自家酒厂豪门千金，能否遇见心中那个他？家里是 whisky 酒厂的千金，天哪，占地厂房就3600平，我的天哪！他们家有厂房跟酒窖，哎，玉涵那有他择偶的条件。对，看一下，身高180以上，然后呢，热爱大自然，跟我到世界各地潜水，还喜欢出去玩。181，介绍完毕了，请站到这个6秒钟做决定。玉涵，好紧张哦！今天晚上10点，小心打跟班。